本视频内容纯属虚构，谁认真谁中二。超强台风正面袭击，这里是晚间新闻。黄浦江水位持续上升，江浙沪和珠三角等地区或将正面遭遇台风的袭击。东海海域发生了7.2级的地震，部分地区的居民有震感。我们摊上大事儿。上海出现了巨型怪兽，它破坏了许多居民住宅。不要了，让我看看。不要了。今天早上在东海海域也出现了一个怪兽。Oh, I'm fucking coming. 好，准备进攻。王城柱，听我指示。我是一个58岁的阿姨啊。哎，你们好，我的房子还蛮大的。干他一炮。王城柱，听我指示。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，我们击毁了一辆己方战车，车上中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说了，打得好。哎呦，你脸红了，让我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。炮手重伤，我们只能瞎打了。战车被毁，全体撤离。窝囊，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们了。哎呀，咱们都团结起来不就得了吗？咱们现在好好发挥吧。Are you okay？ 大家好，我是星际老男孩的 F91， 是个虎仔。是不能够就是说玩电子游戏就一律都不好。所有无人机进入待飞状态。I love that。砍死你！砍死你！砍死你！华为西侠小队请出动。Oh, I'm fucking coming。你听说过华山论剑、流星蝴蝶剑、七剑下天山吗 ？Oh yeah。Don't stop！ 拳打南山猛虎，是手中无刀，心中有刀，无刀胜有刀。踹北海蛟龙，九阴白骨掌，炸炸！It's so fucking deep。这个时刻才成立。